爷说你的生活是凄惨的，他们老爷说凄惨这个词来形容你，说你是三里屯。说三里屯都没去过，我三里屯我知道。说没去过，还有三里屯都没去过。我没跟他说过没去过三里屯啊。你去过吗？我去，谁没去过三里屯？那你有看到网上流传的一个酒量和饭量图的一个对比吗？什么图？就是酒量这么一点，而饭量很大。没有看到。想反驳一下吗？那大家说你的酒量特别小，然后饭量特别大。我这个人其实我就没有醉过。我没有醉过。你喝醉酒之后，当真的那一段是醉了，就是想单纯的表演才。这个事儿你都知道？我当然做功课。这个其实是这样的，那天喝了一些酒，比较开心，但是也是比较清醒。那不是，其实不是醉的情况下分的脑，我现在也分的脑。对，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心，杀青嘛。原谅我，平时其实我没有醉过，我没醉过。我信你个鬼！来，杨洋说是谁唱的？小虎队。那三个人的名字？什么？苏有朋，吴奇隆，还有一个，陈志朗。咋的了？这是？喝水。恭喜汪苏泷。没想到比完心就泼水，你们俩都抢到，你没着急泼太泼了。对，我还是太傻，其实我还有点善良。这是上级对下级的，就是我拿到那一刻，我觉得你还是觉得对不起他，就是你也没这个工作了。通知你被开除了。不穿袜子是有区别的，不穿袜子真的好刺激。我干嘛？为什么连环的？哦，养生的角度来讲，痛的越痛的人，身体越不好；越能够忍受痛的人，高手，是吧？你看他们痛，痛就说明不痛。我能挺，能挺，能挺。喷，该我了。来，洋画王来了，洋画王。看着啊，有了，这是童子功。童子功。童子功谁不会呀？对，我要感受一下。来，杨队，你不知道，你敢喝？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就是站着，然后就。对。有后劲儿，有点辣，来了吗？我们应该来个脑筋急转弯。你说，我来一个。从前有个人姓铁，那这个人呢，一直不长头发，他得了什么病？我知道，老铁没毛病。你们都知道这个。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我就说了这个笑话。你是不是看耀庆哥直播准备的？你怎么回事？还有一个哦，再来一个。为什么飞机总是撞不到星星？因为星星会闪啊。你是有年代的差异吗？哎，什么植物和动物像鸡？我知道。你别知道了。我不知道。加油！又来了。